那我不客气了。你买保险了吗？最近手恢复的还不错，今天找了我一个杀球棚顶级别的朋友来和我练练，来检测一下我的训练成果。哟，来了！一会儿咱俩先去球场，你杀几个球，我来防你了。没问题啊，你这么久没打球，你要是但凡能接起来我一个球，我拍包里的装备随便挑。我这一个也接不着。这球我必接起来。那我不客气了，你买保险了吗？来了，这么多拍，都拿走呗。